还好，不是特别热。要是特别热的话，今天肺都废了，肺废了。看广告，大家看广告的时候，吃到皮肉，老挝湖南商会会员单位，牛逼啊！五菱，五菱的小电动车，传奇，丰田，都是新能源车。南阳电缆，这个在这边是个老集团啊。挣到钱了，欢迎翔哥。50D Max， 50皮卡，哎，这是新款，新款。哎呀，这前面这个吉姆尼啊，方方正正的吉姆尼，可是这个底盘啊，底盘不低的，铃木啊，这个轮胎看起来也好。欢迎木棍，这也是50，这是新款的50。十香园，这是咱们四川老乡开的十香园，还开着吗？哦，开着。这些店店晚上还是干烧烤的。旁边就是起亚，这个起亚嘞。是不一样啊，不跟中国合资了，你看人家。